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投资生活日记频道。我们现在是在林肯街214号波士顿中国城这里，这里有个据点发廊，刚刚从林肯街另外一边搬到这里。我们现在和赵师傅聊一下。您好，赵师傅。您在中国城开理发店有多久了？13年了。在您是什么时候搬到这个214号来的？3月中3月份。哦，好像这个地方大了很多啊，这个地方比过来2个多月，两个多月了啊，和原来比起来怎么样？和原来那个对面的那个店，这里的搞觉得环境好一点，环境好，客人还没有到齐，是，很多老顾客还不知道是吧？还是现在有大型机动啊，但是。过去两年这个疫情对这个你们这个行业影响很大，那你们当时有关门几个月吗？关了2个多月。两个多月啊，那是很不容易。那您是移民到波士顿吗？是啊。以前在国内做什么呢？也是这一行。也是这一行，那是专业的。是啊。现在您这边有什么服务介绍一下？这边也是一样差不多。剪头发、烫头发、染头发，但是是这样做头发，但是这样，有美容、指甲。OK， 行，那不错。那需要大家过来的话，需要预约吗？不用预约啊。你可以随时过来，营业时间是怎么样？早上9点至晚上6点多。每个礼拜开几天？七天都开哦，很辛苦啊，这期 OK， 没有办法。OK， 行，谢谢您给大家服务这么多年，也谢谢你，祝您在这个新的店生意兴隆。谢谢你，好，再见。